我们的粉丝团呢，我们在欢乐点呢来为我们选手加油。前期骑的是共和组的预赛第一场次，参与比赛的选手在第一水道新北市原住民族发展协会风华，第二水道在南宜杯，第三水道集团共和广播队，第四水道英语彩开文霞，加油！目前在这里说的是第一水道新北市原住民发展协会协会的风华，还有应该是四支晋级目，到目前是河马狼共和龙舟队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